同台演出是我有史以来伙伴最多的一次表演，所以今天很不孤单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接下来流行乐跟国乐所擦出的火花。刚刚唱的歌是新卡贝贝，那个节奏终于有真的唢呐了，我有点感动。然后下一首歌，接下来要唱的歌是你敢不敢的国乐版。错了，其实是寻人启事。